喜欢军事战争游戏的玩家，除了《决胜时刻》与《荣誉勋章》这两大系列之外，难道没有其他选择吗？当然有啦，至少英国 Codemasters 公司推出的《闪景点行动》系列就是很不错的军事战争游戏类。而日前最新作《闪景点行动：血河》也公布了，这是一款强调军事战略的 FPS 射击游戏。这次《闪景点行动：血河》采用虚构故事，游戏发生在一个叫做坦吉克斯坦的地方。这个类似阿富汗的地区，因为有丰富矿产，成为各方势力觊觎对象。玩家将可以扮演美国海军陆战队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或当地反政府武装分子，混争夺当地资源而战。而闪击点行动血河特别强调超广大的游戏地图，玩家必须妥善部署战略位置，也能透过网络多人组队挑战游戏中的层层难关。而玩家之间的默契更是能否克敌机先的胜利关键，营造超逼真的战场气氛哦。